压低140的可能还可能勉强还能还改一下，还可能上得了，还可能也上不了。140很大了。这个是不那边你这种、哦、要关掉关掉电才可以用手掰是吧？对啊，就是没通电前用手掰的。哦，装灯管就是没有电的时候装嘛、哦、没电的时候装就可以用手掰一下，你要拔掉那个插头就可以了。那锁这些螺丝都是松的，哎，就是这样子啦。你看到处是，怎么抽出来是吧？这样这个就抠出来就行了。抠出来呀、啊？它这有个卡的出来了，就这样子了。装的时候也是这样卡回去是吧？对啊，反正就那螺丝锁两头的那个啊。这很乖。